是九零后魔术师高雷，22岁玩魔术，资历已经有14年。第一次看到魔术和认识魔术，我当时8岁，在那一瞬间我就产生了对魔术的好奇，学会了我人生中第一个魔术。爱上魔术表演，平时就喜欢和其他人交流手法，见他摇摇微信红包就能从荧幕拿出真正的钞票，甚至变出活的生物。普通的一枚硬币投入鱼缸中，竟变出一条金鱼。我每一次上台前都会把台词写下来，把观众的反应记在脑海里，这样反复10遍到20遍，甚至30遍。各样新奇的手法总让人拍手叫好。未来他的目标是站上世界舞台。